专业，拒绝抹黑。教师专业，拒绝抹黑。大家好，我是 Lady Farm 的 CEO Amy。今天向各位介绍的是本公司即将上市的最新产品 Vital Invisible Farm， 我们称它为 VIP。教师专业，拒绝抹黑。教师专业，拒绝抹黑。用数据分析以及 AI 系统来完成自动化的照护设定，优化用药整合以及提供客制化的照护模式。想象一下。这项产品不仅能够完美的取代药师专业，还缩减多余的人事成本，让每一位用户拥有 VIP 不 VVIP 的药师照护。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 Lucy 小姐是我们 VIP 的见证者，让我欢迎她，请大家给她掌声。Lucy 小姐你好，我是医院的临床照护药师 Shannon， 有一些用药上面的问题想要跟你请教，不知道现在是否方便？可以。好的，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发现了我们医院的病历并没有你任何过去的就医记录，所以呢有请您签署了云端药历同意书，审视了你过去三个月里面的用药记录情形，那发现了除了这些用药之外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自行购买中草药或者是保健食品的习惯呢？最近我的鞋子检查有偏高，然后发表会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我想要让我的鞋子降得更好，所以我在广告上购买了那个红曲。在这里你看一下。那我了解了，其实你的目前用药的情况呢，你有在吃。回到药局与主治医师沟通讨论之后，建议注记系统不良反应史以及药师后续通报药品不良反应。根据 Lucy 整体状况与其他职类跨团队开会，拟定后续照护及出院卫教，并场边教学 PGY 学员。吗？嗯，这个药品的话是早晚吃一颗。好，那如果说好的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谢谢你哦。